你很想被关啊？给你机会吧。啊，适应环境快。适应环境快，不是用在这边。我们邀请你，看他干杯敬我们。干杯。第一个满天飞，原住民就是这么幽默。不算，我们把它当小米酒，好不好？干杯啊！啊，没有，分几口。喝完了，还没呢。你醉一下。迫不及待想喝了、啊。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哇，他真的是漱口哎。再来一杯。哪有这种规定？你怎么又喝完了？这个节目不是喝酒的嘞。是这样吗？你醉了。一言不合就开喝，都是放 YouTube 频道第二不务正业的巡逻车单元，来到屏东拜访一间原住民夫妻开的鹅肉店。不过报名节目的是老板与老板娘的侄子，没想到拍摄时他已入监服刑。六七从小拉拔长大的他，全程有笑也有泪。他总是一个其实没有很好的照顾。去旁边。这个孩子的原生家庭状况比较多，加上没有人在旁边顾着、那姑丈跟姑妈又要做生意，所以没有办法这样一直盯着。对，他的处境就会连接到我以前的成长情节一模一样。虽然我以前是这样，但是我没有被关过。以前是这样，像波浪一样跑来跑去。哦，你很想被关啊？给你机会吧，给你机会吧。哪里有人想被关的啦？姑妈跟姑丈知道他要去入监服刑的时候，哦，哭了三天，哭了三天，因为没有人报工作啊。姑丈在这边给你鼓励一点，因为你还年轻，不要为了一时这种错去堕落啦、啊，怎么样，不用。就像姑丈一样，慢慢走，我们不要急着想要赚大钱，终于一天会有成就的。姑妈也是从小就非常疼你的，从你还没学走路、换尿布、感谢老牛，都是姑妈。哎呦，因为那时候我以为是她的孩子。扫地就扫地啦，哈，扫厕所扫厕所，该扫就扫，不要打疫情啊！不要打疫情。对，而且你进去，你看那三天，你姑丈哭得稀里哗啦的，没有人洗地板，没有人洗地板。我相信他们这一个月前应该心情都还是很差的，我相信，对不对？吃着年夜饭，对，哦，要不然我们是原本是安排好说，人数抓好，哪知道少了一个、没关系，他还会回来，他不是，我知道嘛，哈，对。不用难过，不用难过。对啊，姑妈没事啊。对，我觉得在里面会感受到回来好好重新做人，那才是最重要的。真的。那现在要联络他是怎么联络？我们去会客。好，适应环境快。适应环境快，不是用在这边。最后我们敬一杯啊，干杯！好，来敬。干杯！我们邀请你，看他干杯敬我们。好、他拿钢杯。